生的一个饰品之一。你这样子应该会有点不方便吧？你可以帮我点一下，我的鞋坏掉了。拖到一楼去。他讲他的房间整个是粉红色，一个大男人，他棉被啊、枕头啊，然后整个墙壁都是粉红色。没有人知道，反正我快受不了。哎，这还真的有。没有，没有。